的是要有不同的女权，因为在教师老师在企业这些都要不同女权，但是在教师女权级最怕暴露更多，你便怕。
住有 hit 啦，咁啊，陳奕迅嘅歌啦，咁啊，我覺得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啦。我哋可能有時都會唔單止係或者唔單止係因為時間啦、地區啦或者工作嘅，可能純粹係因為我哋資訊發達咗啦，好多嘢都相信係可能一啲嘅電子產品啊去交流啊。咁啊，不妨聽日呢個父親節嘅時間，可以擺低手機啦，擺低工作啦，我同爸爸媽媽啦，幾人啊食個飯咁樣啦，咁啊，即係用下個東西俾自己對爸爸嘅多嘢。咁啊，我哋跟住，我覺得就算爸爸的角色就係要做一家人嘅一個守衞啦，咁樣無論係佢要喺工作上去撐住成全家都好，或者係佢要。保護屋企人嘅面上嗰個防嘅指責啊、傷害都好啦。咁我覺得都係屋企成員嘅一個孝衣嚟嘅。咁好多時我哋爸爸都會講：，有冇睇過唔得啊？咁樣咁唔知大家點？咁你今日經歷咧點樣？不妨聽首歌，送俾你哋聽下咧。咁樣就送俾你哋去敲落邊下。畫面嘅，即係你可能，雖然可能佢係可能係一首情
過啦位啦，咁但係都可以係調翻轉啦，係一個即係仔女係對爸爸嘅爸爸媽媽一個嘅比喻啦咁樣。咁一首幾超嘅一首歌，你先啦。咁啊一首你知梁靜茹嘅歌。成功，飞扬。
趁黑夜霸氣情歌啊！你介紹多下自己。我係 Wilson， 頭先咪講咗你係 Teddy 啦。明白。咁我哋今日同埋聽日咧都會喺度啊表演啦。咁啊，聽日會繼續係三點鐘去到四點。咁歡迎大家嚟聽歌啦。咁聽日除咗係音節之外咧，咁啊可以爸爸去食飯啦。咁啊有時間都可以拉埋爸爸去。去銅鑼灣行下街咁樣咯，買下嘢啊，送下禮物俾爸爸咁啊。最後一首歌啦，我覺得我想喺度帶啲熱血嘅，即係俾大家嘅鬥志。咁我知道大家呢段時間可能都心情麻麻地咁咯，希望一首歌可以帶俾大家啲嘅。感謝你們自己方面的這個來見
你难见。顺便大家，我哋今日将一首歌，咁啊，介绍多啲之外，都想同小朋友系 Teddy 啦。咁我哋听日咧同一时间3点钟，再见，拜拜。